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抱一下公主。我还有点感动了。来来。邓伦是大家喜欢的男星之一，从出道后就一直用实力说话，参演的影视剧作品都颇受观众的喜欢，可以说他的能力是很强了。而除了能力强以外，他还长得非常帅，不管和哪个女明星在一起搭戏都很有 CP 感。这不，在他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中，节目组特意邀请了李沁。要知道邓伦和李沁有过多次合作，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，因此在得知李沁来参加节目，邓伦极其开心，甚至还喊话李沁：“我要公主抱你。”就在邓伦做好要去抱李沁的姿势时，李沁一把将孙悦推出来，示意邓伦抱孙悦。众所周知，孙悦的体重是邓伦的两倍，因此要邓伦去抱孙悦简直是自讨苦吃。为此，这样一旁看戏的岳云鹏笑出猪叫，不得不说是非常逗了。说起来，李沁虽然不是一线女星，但知名度还是非常广的，在表演上的演技也是一流的，可以说她也是一个明明可以靠脸却要靠实力吃饭的人。那么看完，你觉得邓伦和李沁般配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